哎呀，游客照开始了。<笑>可能小时候拍照片拍特别少，所以我一直有一段时间拍照片特别多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我的职业对我是一种报复性的拍照。我会觉得是不是因为我小时候拍的太少了，需要一个平衡。然后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就慢慢开始接受被拍这件事情。